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佛学名词。什么是普佛？在古代丛林里，普佛就是普，就是普遍，所有的出家人住丛林的僧人要一起上大殿，为了一件事情一起做祈愿跟回向。所以为了消灾，我们会做延生普佛或是药师普佛，就是我们为了消灾，为了现世者而念的普佛仪轨。而往生，我们就会念阿弥陀佛的弥陀普佛，或是我们叫往生普佛，就是为了让往生者往生净土，大家一起做的发愿以及回向。而到今天，一般我们所指的普佛，就是去帮往生者进行祈愿回向的仪轨，包括帮往生者念诵阿弥陀经，包括帮往生者念诵各种大圣经典，让他能够依着大圣经典的加持力放下万缘求生净土，这个目的就叫做普佛。